哈利路亚，咱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啊，感谢主的带领。感谢主的带领。好，咱在这个疫情非常严峻的时刻，让我们在这个疫情严峻的时刻，啊，依然会当来聚会敬拜神，仍然能够在这里聚集来敬拜神。愿主来吸引叫咱大家。愿主神祝福大家。啊，当然，咱来到教会聚会。当然，我们来到教会聚会，也是要遵照政府的法令。我们也是仍然要遵照政府的法令。专程爱戴上咱的嘴安。那全程都来戴上口罩。啊，爱当保守咱家己。那保守我们自己。虽然这疫情大部分发生的拢是伫北部。虽然这个疫情大部分的案例都是在北部。啊，但是啊，这个人流、车流啊，啊加这个货流啊，南北的运输拢啊，这个非常的啊交流啊吼。但是这个人流、车流以及这个货物的运输，南北往来都十分的密集哦，所以咱嘛是爱小心谨慎。所以我们仍然要小心谨慎啊啊！愿主会当施恩祝福咱大家。那愿主能施恩祝福大家。因嘛唔少地用大卫。遵主旨意来做咱互相的勉励。今晚小弟用大卫遵主旨意行来作为彼此的勉励。最后来看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。我们一起看到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三章。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。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。第一节到十四节。第一节到十四节。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。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。第一节到十四节。第一节到十四节，第一节有人拿大卫讲，非利士人攻击基列，抢夺禾场，所以大卫求问耶和华，讲：我去攻打遐个非利士人，可以不可以？耶和华对大卫讲：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，拯救基列。跟随大卫人对伊讲。咱伫啊犹大地遮上请行行，何况往基列去攻打非利士人的军旅呢？大卫又搁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回答讲：你起身落基列去，我的确将非利士人交伫你的手内。大卫甲跟随伊的人往基列去，甲非利士人相战，大大杀败因，又搁。夺回啊！因的胜局，安尼大卫救了基列的居民。第六节，第六节，阿希比勒的后生阿比阿他，到到基列见大卫时阵，手内摕着伊弗德。第七节，有人拿扫罗讲，大卫到了基列，扫罗讲，伊进了有门有窗的城，困闭。地内底，这是神将伊交伫我手内了。就安尼，扫罗召住众民，灭落去攻打基列啊，基列城，围困大卫甲跟随伊的人。大卫知影扫罗设计谋害伊，就对祭司阿比亚他讲，将伊弗德摕过来。第十节，第十节，大卫祈祷讲：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！你仆人听尽了扫罗要往基列来，为我的缘故灭城。基列人将我交伫扫罗手内无够，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落来无落来。耶和华以色列神啊，求你指示仆人。耶和华讲，扫罗的确落来。大卫又搁讲，基列人将我。甲跟随我的人到你扫罗手内无够，耶和华讲，的确交出来。大卫甲跟随伊的约有六百人，就起身出了基列，往因所会当往的所在去。有人拿扫罗讲，大卫离开基列逃走，就安尼扫罗无出来。大卫住伫旷野的山脊内底。上帝啊，西弗旷野的山地，扫罗逐天巡守大卫，神却无将大卫交伫伊手内。啊，伫这段的这个经节内底，在这段经节里面，啊，咱会当来发现啦。我们可以发现啊，大卫虽然伫躲避
扫罗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大卫虽然在逃避扫罗的过程当中，但是佫拄到这个非利士人来攻击基立。那又遇到这个非利士人来攻打基伊拉城。基伊拉讲起来是属这个犹大的一个城邑。基伊拉说起来是属于这个犹大的一个城。大卫本身有难呐。那大卫他本身有难。因为伊被扫罗来顺受伊的性命。因为扫罗一直要来抓到他，来要他的命。但是这个基伊拉是属这个犹大城。但是基伊拉城是属犹大的。但是这个基伊拉受到敌人非利士人的这个攻击。这个时候基伊拉城受到非利士敌人的攻击。大卫伊个有心要来这个拯救基伊拉。那大卫他又有心想要来拯救基伊拉。讲起来这是会当予咱来做一个学习的所在。那这是我们可以来作为学习的地方。而且大卫虽然伊家己想要安尼做，并且大卫他虽然自己想要这样做，但是伊唔是讲家己安尼想就认为安尼就是对的啊。但是他并不是自己这样想就认定这是对的。伊当伊想要安尼做的时阵，当他想要这样做的时候，伊嘛阁来向神来祈祷，他仍然向神来祷告，遵照神的旨意来行，遵照神的旨意而行。所以伫这章内底啊，所以在这一章里面，咱会当发现大卫三遍来向神来求问。我们可以发现大卫三次这样来求问神向神来祈祷，向神来祷告。在人生的这个旅途当中，在他人生的旅途当中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这个代志，不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伊家己想要做的代志，他自己想要做的事但是伊嘛来求问神，他都来求问神。所以大卫凡事遵照神的旨意，所以大卫凡事遵照主的旨意而行这是伊会当予咱来学习的所在，这是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地方。咱在咱人生的旅途当中，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咱也有可能会遇到这个任何的这个问题啦。我们也可能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。当然，在咱的人生的旅途当中，遇到困难还是遇到问题的时阵，当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碰到各样的困难或问题的时候，咱是照咱的意思，还是听人的意思？我们是照着自己的意思，还是要听别人的意思呢？还是求问神的意思？还是我们要来求问神的意思呢？所以大卫凡事会当遵照神的旨意行。所以大卫他凡事能够遵照神的旨意而行。这是伊会当予咱来学习的所在。那这个是他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伊这个第一节到第五十节，在第一节到五节的地方，这是记载大卫要来救基伊拉。这里记载着大卫想要来救基伊拉。咱知影大卫这个时阵，伊是在逃难的一个过程。我们知道这是在这个大卫逃难的过程当中。伊是这个逃难的这个过程当中，在这样逃难的过程当中，伊可以当为着伊的这个同胞来设想。他仍然能够为了他的同胞来设想。我虽然有困难，我虽然身处困难，但是我的同胞也有困难但是我的同胞他也有困难。伊这个会当为着同胞来设想啊。大卫能够为了同胞来设想，这是这个特地予咱来学习的所在这是值得我们来做学习的地方。你哥林多后书的这个第八章，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。哥林多后书的这个第八章，哥林多后书第八章。这是保罗写批予哥林多的教会。这里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，来称赞马其顿的这些众教会。那保罗称赞马其顿的众教会。马其顿的众教会到底有什么特地来称赞的所在？那马其顿众教会有什么地方是值得保罗来称赞的呢？第八章一节到第五十节，在八章一到五节这里，这伊就讲：众兄弟，我将神赐予马其顿众教会因来恁讲，就是因伫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阵，依然有满足的快乐；伫极善之间，也给我显出因乐观的效应。我可以证明，因是按照能力。而且也过了能力，家己甘心乐意的关注，再三的求阮，准因伫这个降级圣徒的温情上有分，并且因所做的，唔呐照阮所想望的，更照神的旨，先将家己献上，互主又搁归附了阮伫这段的这个经节内底，在这段经文当中，就是
保罗来称赞马其顿众教会美好的一个表现。是保罗来称赞马其顿众教会美好的表现。啊，伊来称赞马其顿这众教会因啊的这种乐观的效应啦，吼。保罗他来称赞马其顿众教会这样子乐捐的厚恩。啊，难道是马其顿的众教会因作好业吗？啊，难道是马其顿众教会很富裕吗？啊，是这个哥林多教会真正善车吗？还是哥林多教会非常的贫穷吗？哦，啊，恁都真好业，啊，伊都真善车。那这边非常有钱，另外一边非常的哦，所以好业来帮助善车，这好像就理所当然。那富足的帮助贫穷的，好像是理所当然的。实际情形是安尼吗？实际的情形是如此吗？实际情形却不是安尼啦。实际的情形却不是这样的。啊，你第二节啊，加保罗讲啊，在二节保罗这样说。马其顿的众教会的情形是啥咪？说马其顿众教会的情形是怎么样的？讲伊是伫患难中。说他们是在患难中，而且佫受到大试炼，并且受大试炼。虽然在患难中佫受到大试炼，虽然他们在患难中，而且受大试炼，但是啊，因讲有满足的快乐啊。但是他们仍有满足的快乐。哦，啊，因伫这个物质啊是甚物款的情况？那他们的物质上是怎么样的状况？讲是伫极善之间呐。这里说到是在极穷之间，唔是讲因吃好嘅，所以讲啊，这个啊来奉献吼，来关注，对因来讲唔甚物困难。那并不是因为今天他们非常的富裕，所以要来乐捐，对他们没有什么困难。伊讲因是伫极善啊诶，这个啊环境当中啊。这里说他们是在极穷的环境当中，虽然善蒙善。啊，虽然非常的贫穷啊，但是因认为讲，阮善蒙善，啊，佫有人比阮更加善呐。但他们想到，虽然自己穷，仍然有别人比我们更缺乏。阮虽然善蒙善，我们虽然贫穷，但是阮还佫有帮助人的这个能力啊。但我还有能够帮助人的能力。哦，所以才讲到讲啊，因伫极善之间呐。啊，这里说到他们在极穷之间，也格外显出因乐观的这个效应啊，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。而且保罗讲，伊也当来证明，并且保罗说他可以来证明，讲因是按着力量啊，说他们是按着力量，而且是超过力量，并且也是超过了力量，家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啦，自己甘心乐意的来捐助，甚至因的情形是甚么款的情形，甚至他们是怎么样的情形呢？啊，保罗讲因真善呐，保罗说他们很贫穷哦。啊，所以啊，伫保罗的这个角度来讲，所以在保罗的角度来看，啊，恁都真善啊，你们都已经很穷了啊，无吼，恁免勉强啦，那你们不要就不要勉强了。哦，保罗是啊，看因外在的这个条件，保罗看见他们外在的条件，认为讲啊，无要紧啦，恁都真善，免勉强，无要紧。那认为他们已经很穷了，就不要勉强了。但是对马其顿的众教会来讲，但是对马其顿众教会来说，啊，人穷志不穷啦，哈，说这个人穷志不穷。第四节伊安尼讲啊，四节这样说到，再三的求阮啦，说他再三的求我们，意思是讲保罗讲啊，恁遐尔善，无恁买好啦。意思是说，当保罗告诉他们说这么贫穷，就不要捐好了。但是啊。在马其顿的这些众教会，但是这些马其顿的众教会，因虽然善蒙善，他们虽然贫穷，因讲再三的求啊使徒啦，哈，他们却再三的来求使徒保罗啦，来求保罗，讲会当准你伫这个攻击圣徒的恩情上有分啦，希望他们允许这些众教会能够在攻击圣徒的恩情上有分。虽然啊，因是这个家善。虽然他们很贫穷，但是啊，信教有困难。但是信徒有困难啊，因在能力顶悬，因做会到。他们在能力上能够做到的啊，因嘛要在这个攻击圣徒恩情上有分呐。他们也要在攻击圣徒的恩情上有分。哦，所以讲安尼再三来求保罗啦。所以他们再三的来求保罗。准你会当哈，你攻击圣徒的恩情上有分呐。我准许他们在攻击圣徒的恩情上有分。这就是马其顿众教会啊，因的。这种乐观的情形啊，这个是马其顿众教会这样乐捐的情形。虽然家己有困难，虽然自己有困难，但是拄到家己的这个同胞嘛有难呐。但是遇到自己的同胞有困难了，哦，伊嘛是安尼啊，这个为同胞来设想啦，哈。他们也是为了同胞来设想，就好亲像啊，这个大卫共款呐，就如同大卫一样。大卫家己是伫这个逃难的过程当中，大卫正在他逃难的过程当中，伊的性命嘛是受到扫罗的一个损失，他的生命也受到扫罗的威胁啊。但是伊听到啊，伊的同胞基拉要受到敌人非利士人的这个攻击，但是他听见他的同胞基拉要受到非利士人的攻击，哦，伊嘛要起来。帮助啦，他也想要去帮助他们，但是
大卫会当予咱来学习的所在。那大卫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地方，就是讲伊毋是照伊的意思。就是大卫并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。伊要安怎去来帮助啊？伊的这个同胞基立城的人。他想要去帮助他的同胞基伊拉城的人。这讲起来毋是啥物毋对的代志啊。这样说起来，并不是一件错的事情。但是第二节讲啊。但是二节这边说。讲大卫来求问神呐、啊。大卫来求问神。我去来攻击遐个非利士人，可以不可以啦？说我去攻打那些非利士人，可以不可以？哦。大卫啊，要去来帮助伊同胞。大卫要去帮助他的同胞啊！伊个啊，为了这件代志来求问神呐、啊。他还为了这件事情要来求问神。所以这是大卫当予咱来学习的所在啊。所以这是大卫可以让我们来做学习的地方。虽然家己有家己的看法，虽然他自己有自己的看法，但是伊嘛顺遂神的旨意啦。但是他也来寻求神的旨意。恐惊讲家己啊的意思，唔是神的意思啊。那恐怕自己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。所以虽然家己有家己的看法，所以虽然自己有自己的看法，伊嘛是向神来祈祷，他仍然向神来祷告。顺遂神的旨意啊，寻找神的旨意。哦、所以大卫以凡事来遵行神的旨意。所以大卫他凡事来遵行主的旨意。啊，这是当好咱来做一个学习的所在啊。这是能够让我们来做学习的一个地方。使徒行传的十三章，在使徒行传的十三章。使徒行传十三章，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六节，三十六节。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六节。使徒行传十三章三十六节。大卫在世的时阵，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就困了，归到伊祖宗遐，已经受怀。啊，这个经节就真清楚难讲。这个经节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大卫在世的时阵呐、啊，说大卫他在世的时候，伊来遵行了神的旨意，他来遵行了神的旨意，啊就困了。就睡了、哦、啊！圣经内底啊，常常讲啊，人过了伊一生。圣经当中常常提到说，人过了他的一生，当伊生命结束，当生命结束，但是神的眼中来看，伊是空气。但是在神的眼中看，他是睡了。哦、所以啊，这个经节真清楚，让咱知影。所以这个经节很清楚的让我们知道。大卫在世的时阵呐、啊，大卫在世上的时候，伊一生当中就是来遵行神的旨意。他的一生当中就是来遵行主的旨意。哦、所以大卫伊所行的。所以大卫他所做的啊，是特地让咱来做学习的所在，是值得我们来做学习的地方。能够看到来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三章，我们再看回到撒母耳记上的二十三章。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，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，二三章的第三节，二三章第三节。第三节，跟随大卫人对讲，咱伫犹大地这阁上听惧怕，何况往基立去攻打非利士的这个经历呢？啊，伫第三节这安尼。记载了第三节这里这样记载的。虽然大卫向神来祈祷，虽然大卫向神来祷告，他的意思是要来拯救基立城的人。他自己的意思是要来拯救基亚城的人。甚至大卫一个啊，这个啊，这个为了这件代志求问神的意思。那甚至大卫为了这样的事情来求问神。神拢真清楚来讲，神都很清楚的告诉他，你当去攻打这个非利士人，说你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，来拯救基立。来拯救基拉，但是这件代志对其他的人来讲，但是这样一件事情对其他人而言，尤其来跟随啊，这个大卫这的人，尤其是来跟随大卫的这些人而言，啊，这跟随大卫这的人，伊非常的清楚啦。这些人他们非常的清楚，大卫你是被扫罗来寻索性命啦。大卫你是被扫罗来追杀寻索生命的。这的人嘛是来跟对大卫，那这些人也是来跟随大卫的，所以伊嘛是跟对，嘛是对着大卫。啊，来过着啊，这个逃亡的生活。所以他们也是跟着大卫来过这样子来逃亡的生活。哦啊、所以因虽然啊，这个暂时啊，都到啊，这个所在。所以他们虽然暂时逃到这个地方，哦、但是因一。家己的这个情况都已经非常的危难了，但是他们自己的状况都已经非常的困难了。大卫讲要去啊，这个啊拯救基立城，结果大卫却说要来拯救基伊拉城。啊，明明大卫都向神来祈祷啊，那明明大卫已经向神祷告了。神嘛来讲啊，安尼啥哩啊？神也告诉他说这样子可以的。但是伊的同伊的这个啊同胞。但是他跟随他这些同胞啊、哦，竟然是不同款的意见，竟然持着不一样的意见。哇，安尼别安怎？那要怎么办呢？啊，大卫嘛无为了这件代志讲神的意思就是安尼啊。大卫也没有为了这件事情就告诉他们说神的意思就是如此。虽然神的意思是安尼，不、啊，虽然神的意思是如此，但是大卫啊，为了要让众人啊，会当来啊，这个信服。
但是大卫为了让众人能够来信服，第四十节记载，四节这边记载着，大卫又过来求问神啦。大卫又来求问神。既然伊第一遍来求问神的时阵，既然他第一次求问神的时候，神的意思是讲，神的意思是讲好的。神的意思是说可以。哦，但是其他人却无同款的意见。这时候其他人有不一样的意见。大卫又一摆来向神来祈祷。大卫就再一次来向神祷告。哦，所以啊，这啊是。会当大卫会当予咱来学习的一个所在。这也是大卫能够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哦，所以大卫伊凡事遵照神的意思。大卫他凡事遵照神的意思。哦，所以这是会当予咱来学习的所在。这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罗马书的第八章。在罗马书的第八章。二十七节。二十七节。罗马书八章的二十七节。罗马书八章二十七节。八章的二十七节。八章二十七节。监察人心的，知影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这个经节就人讲，这个经节告诉我们，监察人心的，监察人心的，当然就是神啦、啊，当然就是神啦、啊。圣灵就是神的灵啊，圣灵就是神的灵。哦，所以神当然嘛，知影伊的意思是怎样。神当然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。哦，神将耶灵来赐予人。神将他的灵赐给人。哦，所以啊，咱来照着神的意思来向神来祈求。哦、所以我们要照着 神的意思向神来祈求。哦，所以这二十七节人讲，二十七节告诉我们，圣灵会照着神的旨意替众信徒来祈求。说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众圣徒来祈求。哦，所以啊，咱凡事就是遵照神的意思。什么凡事是遵照神的意思？哦啊，看圣灵怎样来带领咱。那看圣灵如何来带领我们。哦，这是大卫当予咱来做一学习的所在。这是大卫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地方。尤其在咱人生的这个旅途当中，尤其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，遇到重大的问题时阵，遇到重大的问题的时候，咱就是需要向神来祈祷了。我们需要向神来祷告。尤其众人的意见无同款的时阵，尤其众人的意见不同的时候。需要向神来祈祷，更加需要向神来祷告。来显示讲啊，唔是照你的意思，嘛唔是照我的意思。来显出说，今天不是照你的意思，也不是照我的意思，是照神的意思了。乃是要照神的意思。好亲像主耶稣的祈祷同款。如同主耶稣的祷告一样。咱看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。我们请看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。三十九节。三十九节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九节。三十九节，伊就小跨往前行，伏伏在地，祈祷讲：我爸啊，卡使通行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，总是卖照我的意思，只爱照你的意思。这是主要说的祈祷。这个是主耶稣的祷告。主耶稣面对着十字架苦悲临到伊身上。主耶稣面临到十字架的苦悲临在他的身上。用着肉体来讲，那就肉体来说，伊爱被钉十字架，他要被钉在钉十字架上。这种十字架这个苦悲，这个十字架的苦悲，用着肉体来讲，用以着肉体来说，人到我度来承受咧，人怎么能够有办法来承受呢？所以用着肉体来讲，所以用肉体来说，乃是咧伊向。这个主要说向天父真神祈祷了。主耶稣向天父真神祷告。讲哪会使？求你叫这个杯来离开我。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。但是主要说这个祈祷。但是主耶稣的祷告。不是讲我一定就是爱照伊意思。不是说一定要照着他的意思。所以下半段真清楚人讲。所以下半段很清楚的讲说。总是卖照我的意思。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爱照着神的意思，只要照神的意思。所以咱在咱的人生的旅途当中，所以我们在人生的旅途当中，咱有遇到真侪代志，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事情，咱会向神来祈祷，我们会向神来祷告。当然咱向神的这个祈求没有什么不对的所在。当然，我们向神祈求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，只要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祈求，只要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祈求，其实都没不对。其实都是没有错的。但是就算讲咱向神来祈求。但是即便我们今天向神来祈求，神嘛有伊更加超越的这个意思里来。神也有他更加超越的意思。所以咱祈祷归祈祷。所以我们祷告归我们的祷告。但是神的意思
嘛是咱爱来尊重。但是我们却要来尊重神的意思。因为神的意念超过人的意念。因为神的意念超过人的意念。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。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。这是咱兄弟姊妹应当爱了解的所在。这是我们弟兄姐妹应当要了解的地方。咱看以赛亚书的55章。我们看以赛亚书的55章。以赛亚书55章。以赛亚书55章。第8章第9章。第8节第9节。古约867页。旧约圣经867面。第8章耶和华讲：我的意念非同恁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恁的道路。天怎样宽过地，怎样我的道路宽过恁的道路，我的意念宽过恁的意念。这个经节就人讲得真清楚。这个经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：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，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，神的道路嘛非同人的道路，神的道路也非同人的道路。所以咱虽然会有咱的意思来向神来祈求，所以我们虽然有我们自己的意思要向神来祈求，神愿意照咱所求的应允咱。神愿意照我们所求的来应允我们。咱感谢主，我们感谢主。因为咱所求的符合神的旨意，我们所求的符合神的旨意。但是咱所求的若无蒙神来应允，但是倘若今天我们所求的不蒙神的应允，咱也唔茫认为讲神无垂听咱的祈祷。我们不要觉得说神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因为神有更加超越的意思里来对。因为神有更加超越的意思在里面。这是咱兄弟姊妹应当要了解的所在。这是我们弟兄姐妹应当要来了解的地方。咱搁看当来撒母耳记上的23章。我们请看回到撒母耳记上的23章。撒母耳记上23章。撒母耳记上23章。第6节到第9节。第6到第9节。撒母耳记上23章第6节到第9节。撒母耳记上23章6到9节。这是记载扫罗要来顺受这个大卫。这里记载着这个扫罗要来追索大卫。所以当这个有人拿这个扫罗讲的时阵，当有人告诉扫罗的时候，讲大卫也到了基列吧？说大卫也到了基拉。这个时阵扫罗伊安尼讲啦。这个时候扫罗他这样说，讲的伊进了有门有窗的城啦。说到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，来困闭在这个内底啦。困闭在这个里面，这是神啊，将伊来交在我的手来啦。说这是神将他交在我手里了。对扫罗来讲，对扫罗而言。伊原底嘛是敬拜神的人啊，他原先也是敬拜神的人。对扫罗来讲，对扫罗来说，哇，伊这个大卫嘛是好亲像伊的这个对敌共款啦。大卫就好像是他的仇敌一样，伊这种权力顶悬的一个对手啦。他是在这个争权夺利上的一个对手。虽然唔是大卫要甲伊争，虽然不是大卫要来跟他竞争，但是对。扫罗来讲，但是对扫罗来说，大卫就是伊一个威胁吧。大卫就是他的一个威胁。所以伊想尽办法就是准备将这个大卫来除掉。所以他想方设法要来将大卫除掉。对扫罗来讲，对扫罗来说，伊嘛认为讲，这是神来这个。将大卫交你的手来一个机会啦。他也认为这是这个神将大卫交在他手上的一个机会。但是这真正是神的意思吗？但是这真的是神的意思吗？人拢会用人的家己意思来揣摩，讲这就是神的意思啦。人都会用自己的意思来说这必定是神的意思。就亲像这个扫罗同款啦。就像这里的扫罗一样。但是扫罗在这，咱有发现伊有亲像大卫同款吗？但是我们在这里发现扫罗有如同大卫一样吗？大卫面对着这个腓力斯人要来攻击基列。大卫面对腓力斯人攻击基拉，攻击基拉，伊要来这个拯救基列。他想要来拯救基拉。讲起来，伊是出于爱的这个同胞。那这样说来，他是出于爱他的同胞。在人来讲，这无什唔对的所在呀。在人来说，这并没有什么错误的地方。甚至讲是一个真好的代志呀。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很正确的事。但是大卫为了这件代志嘛，向神来求。然而，大卫为了这样的事情，仍然向主来祷告。伊凡事会当这个遵照神的意思。他凡事要来遵照神的旨意。伊劝讲讲，伊做这件代志是伊家己的意思啊。
他恐怕他今天要做这件事情是自己的意思。但是相对扫罗来讲，但是相对的扫罗，吼、哦，伊认为讲啊，这就是神的意思啦。我们看见他觉得这就是神的意思。哇，神将这个大卫来交在我的手中啊啦！神将大卫交在我手中了，让他进入这个基利城来滴，让他进入基拉城里面。吼、哦，安尼我要来抓伊，就真正非常的简单啦。这样我要抓他就非常的简单了啊。这是神的意思吗？这是神的意思吗？还是扫罗你认为这是神的意思？还是扫罗你自己认为是神的意思吗？所以这样明显，咱会当知这是扫罗家己所认知的啦。所以很清楚的，我们可以看见这是扫罗他自己的认知。其实，在圣经内底，咱会当发现。其实，在圣经里面，我们会发现神的工人有当时也会发生这种的一个错误啦。神的工人有时候也会犯了这样子的错误。咱若家己也无来警醒，我们如果自己没有来警醒，无凡事来求问神的意思，没有凡事求问神的意思。有当时啊，咱就会将咱的意思当作是神的意思。有的时候，我们就将自己的意思当作神的意思。明明是你家己的意思，明明是我们自己的意思。你当作讲哦，这是神的旨意啊。我们却认为这就是神的旨意了。哦，亲像这个伊丽莎先知同款，就像伊丽莎先知一样。哦，咱来看。列王记上的十九章，我们看到列王记上的十九章。列王记上十九章，列王记上十九章，第九十、第十节，第九节、第十节。列王记上十九章，列王记上十九章，第九十、第九节。第九节，伊伫遐进了一个洞，就躲伫洞中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伊讲：“伊利亚，你伫遮做啥物？”伊讲：“我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，毁坏了你的坛，用刀抬了你的先知，只剩了我一人，因搁要遵守我的性命。”啊，你这段的这个经节内底，在这段记载里面，其实咱兄弟姊妹应当袂清楚个着。这个应该我们弟兄姐妹都不陌生才对。以利亚先知，以利亚先知啊。因为这个亚森伯要来寻索伊的性命因为耶洗别要来追杀寻索他的命，所以来逃命，所以他就逃命，甚至逃到一个罗藤树下。那甚至逃到一个罗藤树下神来这个怜悯伊啊，那神怜悯他甚至来为伊备办这个饼甲水给伊啉啦，那甚至准预备了这个饼和水要给他但是尾这个。伊进了一个洞以后，但是后来他进入到一个洞，就住伫这个洞中啦。他就住在这个洞中。原底伫这个第八十节有讲啊。原本在第八节这里说到。第七十、第八十节。七节八节这里。神来讲，你当行的路阁真远啊。神的使者说，你当走的路还很远。结果伊这个入去了一个洞中的时阵结果伊亚进到一个洞中的时候，就住伫迄个洞中啊，就住在那个洞中了。然后神的话来临到伊，然后神的话就临到他。伊利亚，你伫遮做啥物？说伊利亚，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伊竟然讲伊为着万军的耶和华来大发热心啦。伊利亚这样回答说：“我为耶和华万军的神大发热心。因为以色列人拢背弃了伊的约，说因为以色列人都背弃了神的约，毁坏了神的坛，毁坏了神的坛，用刀抬了伊的先知，用刀杀了神的先知，只剩了伊一个人啦。”伊利亚说：“只剩我一个人。”甚至伊的性命还佫爱遭受到这个亚先别的寻索。他说：“甚至他的性命还要遭受到耶洗别的寻索。”如果咱若单听伊利亚先知所讲的话，如果我们单单听。以利亚先知所说的话，好像伊所遭遇的这个非常的坎坷。好像他所遭遇的真的十分的坎坷。好像神非常这个这种亏待伊啊。好像这个神真的是十分的亏待他伊为神咧，你要大发热心。他如此为神大发热心，结果神拢无来保护伊。结果神却没有来保护他，让伊遭受这样这个状况，让他遭受这样子的状况但是事实是安尼吗？但是事实是如此吗？其实咱会当发现这个以利亚先知。其实我们可以发现以利亚先知你软弱的时阵他在软弱的时候，也是用着自我的这个观点嘛，也是用着自我的观点认为讲伊只剩了伊一个人，他只认为只剩我一个人为神来大发热心啦，为神来大发热心，甚至神阁无来保守伊的性命，甚至神还没有来保守我的性命，任凭人来寻索伊的性命，任凭人要来追杀寻索我的命
但是事实上，敢是真正呢？但事实是如此吗？你十八，你这个十八节，这里真清楚神来讲了。在十八节这里，神很清楚告诉他，讲以色列中为家己留了七千人啦。神说我在以色列中为自己留下七千人。不要向巴力来屈车啦。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。不要向巴力来亲嘴。未曾与巴力来亲嘴的。所以你认为你只剩了你一个人？所以当你剩，你以为你剩下你一个人？哦，其实讲神讲，伊为家己留了七千人啊。神说我为自己留预备了七千人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拢是自我的感觉良好啦。有的时候，我们自我感觉良好，好亲像只剩了我一个人啊。好像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哦，所以咱是咱家己的意思呢。所以这究竟是我们自己的意思呢？哦，还是咱凡事来顺遂神的意思？还是我们凡事要来寻求神的意思呢？哦，所以啊，扫罗啊，伊本身的表现会当予咱做一个真好的感觉。所以扫罗他本身的表现，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见解。哇，伊看大卫啊，起来拯救这个基列。他看见大卫要来起来拯救基拉，进到这个有门有山的这个所在，进到这个有门有山的地方。他就认为说啊，这是神啊，将伊来交你的手来啊。他认为神将他交在他的手里了。事实是安尼吗？事实是如此吗？并不是啊。啊，并不是。但是伊家己的感觉就是安尼啊。但是他自己是这样觉得。所以如果咱也无按照真的知识，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按着真知识，无按照神的这个旨意啊，没有按着神的旨意，有当时啊，咱就是用咱家的意思当作是神的意思。有的时候，我们用自己的意思来当作神的意思。啊，保罗写批哦啊，这个罗马教会时阵，保罗他写信给罗马教会的时候，啊，其实啊，就安尼讲到啦，就这样子说到了。咱看罗马书的第十章，我们看罗马书第十章，罗马书第十章，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第二节，第一节二节，罗马书第十章，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第一节，众兄弟，我心内所愿的，向神所求的，是要是爱以色列人得救。我可以证明，因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照真知识。啊，这个经节啊，就会当予咱知影。这个经节可以让我们知道啊，这是。保罗啊，这所写的批信，这是保罗所写的书信啊。伊公告啊，伊的这些同胞啦，他说到他的同胞哦，因这些以色列人啊，这些犹太人，这些以色列人，这些犹太人啊，因向神有热心，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啦，但不是按着真知识，好像像过去啊的这个保罗同款，就好像过去的保罗一样，保罗过去还未蒙主来拣选。保罗过去为还没蒙主拣选的时候，还未真正啊，这个啊，认捌神进前啊，还没真正认识神之前，哦，伊嘛是为着伊所啊，这个敬拜的神来发热心嘛。他也是为了他所敬拜的神来大发热心。哦，所以这个斯提凡就是伊的脚前来第一来顺道的啊。所以这个斯提凡就是在他的脚前第一个为主殉道的。所以啊，保罗来这个写批哦，这个提摩太的时阵啊。所以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啊，伊就公告伊过去就是安尼啦哈。他特别提到过往他是这样子的事情。啊，咱来看提摩太真。我们看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，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，提摩太前书第一章，第一章十三节，一章十三节，十三节，我从前是亵渎神的，是逼迫人的，毁谤人的，总是我还佫蒙了怜悯，因为我是无信无明白的时阵立做的，啊，这个经节就当予咱知影。这个经节可以让我们知道，保罗写批给提摩太的时阵呐，保罗写信给提摩太的时候，公告伊过去的这个信用，说到他过去的信仰，还没认识神的时阵，还没有认识神之前，讲起来伊是啊亵渎神的，说起来他是亵渎神的，因为啊伊来掠这些信耶稣的人，因为他来抓捕这些信耶稣的，所以伊讲伊是亵渎神的，所以他自己说是亵渎神的，伊是来逼迫人，他是逼迫人的，啊，总是伊也阁蒙了怜悯啦。然而他还蒙了怜悯，因为伊当阵是无信无明白的时阵。因为当时他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。所以啊，当人还未认捌神的时阵。所以当人还没有来认识神的时候。还是讲无愿意遵照神的旨意来行的时阵。还是不愿意遵照神的旨意来行的时候。拢着用着家己意思当作是神的意思。都用自己的意思当作是神的意思。啊，但是。真正神的意思，你敢有向神来求问吗？但是真正神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有向神来求问吗？哦，咱搁看回来啊，撒母尼记上的二十三章。我们再看回到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。撒母尼记上二十三章。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。第十节到十四节。第十节到十四节。这是记载大卫来逃离这个基列。
这里记载着大卫来逃离基拉。啊、哦，其实对大卫来讲啊，其实对大卫来说，这嘛是一个真大挣扎的所在啊。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征战的地方。因为伊真不容易啊，会当啊安尼这个叫醒的意思。因为他好不容易能够来照着神的意思。哦，啊来拯救基列。基列城的人要来拯救基拉城的人。照理讲，基列城的人应当会来支持伊，才对啦。照理说，基拉城的人应理当要来支持他。基列城的人应当啊，这个基列城应当会当成就伊的一个啊，这种根据地，才对啦。那基拉城应该要能够成为他的一个根据地才是啊。但是啊，这个对大卫来讲，但是对大卫来说，啊，伊听讲扫罗啊要来。要往基列来呀！哎，当他听见扫罗要往基列来，甚至为着耶恩国要来灭城啦，甚至为了他的缘故要来灭城。所以啊，这个对大卫来讲啊，所以对大卫来说，因为这件代志，过来向神来祈祷啦。他为了这件事情，在向神来祷告啊！所以啊，你这个十一节才有讲啊！所以在十一节这里说到，基列人要将我来交你扫罗的手来无交。说，哎，这个基拉人要我将我交在扫罗手里，不交。哦，啊，扫罗会接到你仆人的意思所听的话，会落来袂落来？扫罗照着你仆人所听的话下来不下来？哦，这对这个啊大卫来讲啊，这对大卫来说，其实都是一个真正挣扎的所在。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挣扎的地方。用着人啊的这个推理来讲。用着这个人的推理来说，基列城人，这是我来你拯救的呢。啊，是我来拯救你们基拉城的人。照理讲，你应当爱来支持我。照理说，你们应当在这个时候来支持我。无可能来出卖我较对啊！哎，总不能够说这时候来出卖我。哦，我救恁，你竟然啊要将我来出卖哦，这个扫罗。那我救了你们，你们却要将我出卖给扫罗吗？这对大卫来讲啊。啊，这对大卫来说，那伊想袂晓啊，这是他想不通的。但是伊为了这代志，伊嘛是向神来祈祷啊。那为了这个事情，他仍然来向神祷告。你当用着家己的意思安尼来做讲，哎，这是神的意思吧？那不能用自己的这个推理来说是神的意思哦。所以啊，伊为这件代志向神来祈祷了。所以他为了这个事情向神来祷告。甚至啊，你这个啊。甚至在十一节这里说到，神啊，求你指示仆人啊！说神啊，求你指示仆人。为了这件代志，求神来指示伊啦。他为了这件事情，求神来指示他。神真清楚来讲，神很清楚的告诉他，扫罗的确落来，说扫罗必会下来。啊，伊阁继续来求问神啦。大卫又继续求问神。安尼基列人会将伊甲跟随的人来交你扫罗的手来无？问说基拉人会将我和我所跟随我的人交在扫罗手里吗？啊，亚华讲的确交出来。神说必交出来。既然神啊，这个答案是这么明确。那既然神的答案是这么的明确，所以十三节加记载。所以十三节这里记载。大卫甲跟随伊的人就出身啊，就起身啊，离了这个基列了。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就起身出了基拉城。神的意思既然是这么明确。神的意思这么的明显，人该当来这个违背神的意思呢？人岂能够来违背神的意思呢？用着家己的这个推理讲，未啦，绝对这个代志未发生。那用着自己的仁义推理说，这样的事情必定不会发生。哦，翁人大卫来向神祈祷啊，那就这个大卫向神的祷告就突然了。哦，所以大卫凡事向神来祈祷，所以大卫凡事向神来祷告，会当来遵照神的旨意来，能够照着神的旨意而行。哦，所以这是啊，大卫当好咱来学习的所在。那这个是大卫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所以十四节加记载，所以十四节这里记载，讲扫罗特工来巡守大卫，说扫罗天天要来巡守大卫，神却不将大卫来交你的手来，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他手里，所以大卫。所以凡事会当来遵照神的旨意，所以大卫凡事能够照着神的旨意而行，这是伊会当予咱学习的所在，这是他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地方。诗篇一百四十三篇，诗篇的一百四十三篇第十节，第十节。诗篇一百四十三篇第十节，诗篇一百四十三篇第十节。这嘛是大卫所作的诗，这也是大卫所作的诗。第十节，求你指教我遵行你的旨意，因为你是我的神。你的灵本为神，求你引我到平坦之地。这个经节就真清楚人讲。这个经节很清楚告诉我们。大卫向神来祈祷。大卫向神来祷告。求神来指教伊遵行神的旨意。求神指教他要来遵行神的旨意。因为啊，这个啊，天顶的神。因为天上的神，耶和华真神，耶和华真神，就是伊所敬拜的神，就是他所敬拜的神。伊凡事啊，这个遵照神的旨意。大卫凡事遵照神的旨意，所以求神来指教伊，
所以求神来指教他，凡事会当遵照神的旨意，凡事能够遵照神的旨意而行。啊，这是大卫当予咱学习的所在。这是大卫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。今晚以上做咱互相勉励。那今晚以上作为彼此的勉励。过来唱诗，我们一起来唱诗。231首。231首。